Hey, check one, two. Hey, hey, check one, two.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是通过 OCT， 我们现在是通过 OCT 的凤凰花嘉年华的直播平台以及摩登天空的直播平台，在为大家直播一场氛围音乐会。这里是2020年的6月13号下午的18点钟，我们在深圳的华侨城一片美丽的、充满自然气息的草坪上，为大家带来120分钟的氛围音乐。氛围音乐的由氛围摩登天空的氛围音乐厂牌 SoundBlank 来提供音乐的内容，然后今天表演的是来自氛围音乐的三位音乐人，他们分别是来自广州的 Math Mad Math、沈阳的徐思博和北京的 L 加 R 王璐。他们将会在2个小时之内120分钟伴随着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落日，然后去为大家上演一场E小调到 C 大调的一场音乐的旅程。对，我们现在的音乐会现在正式开始，谢谢大家。
Yeah.
Thank yo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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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
感谢三位音乐人 Math Mad Math、 徐思博、 L 加 R 王璐的精彩演出。感谢华侨城给我们大家制造了这么好的环境，让我们来安静的听两个小时的音乐，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关注摩登天空的氛围音乐厂牌白。对，关于这场演出，其实我们今天设计的是，我们看到这个天色，它是从黄昏到黑夜，但是其实我们的音乐整整相反，我们的音乐是从黑夜到日出。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在这么好的场地和声音音响下面，能够体会到氛围音乐的乐趣吧。然后，让我们的这个音乐人代表王璐来跟大家简单说两句。对，特别开心，特别开心，能到深圳来，在这么一个这么美的地方，这么美的一个草坪上，这么优美的环境里玩氛围音乐。然后这也是我们白厂牌，摩登天空白厂牌一直立志于在做的音乐的内容。然后，我觉得其实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机会，和大自然接触，和更多的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，我们一起呼吸着空气，看着自然的景观，所有的变化，所有的信息都在我们这些音乐里面即兴发生，在我们的脑海中即兴转变成音乐的信息。那其实我觉得今天我特别高兴，所以我有点那个语无伦次。对，然后最后还是感谢主办方吧。对，好，我们今天参加的活动也是第五届的这个凤凰花的嘉年华啊，而且在深圳能有这么好的活动，这个也是就是给很多人机会，其实包括我们这些音乐人很多机会，让大家能够更多的接触更多种多样的文化艺术的存在，这个非常厉害，感谢主办方，非常感谢。那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次再见。